大家好，这套课程是一个基础的建站教程，不懂编程、没有经验的小白同学，学会之后也可以做网站。这种 WordPress 的建站方式不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，它可以快速建站，而且还是 H5 的响应式网站。网站不仅美观大气，而且还能自动适配电脑和手机，网站的后台管理也十分灵活。 此外，WordPress 还有一个关键优势，那就是价格。因为 WordPress 是免费的，它有很多主题和插件也是免费的。在全球有广泛的开发者为 WordPress 开发和更新主题，还有插件，以及完善 WordPress 自身。它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，安全也得到了保障。WordPress 有那么多的优势，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用它的话，会有些不习惯。 这种国外的系统虽然有中文版，但是使用逻辑与我们的国内 CMS 大相径庭。我们的教程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，主要以经验分享为主，学会之后会让你事半功倍。我们的教程体系也是由浅入深，适合不同经验值的同学。根据不同的经验值，我们把 WordPress 建站用户分成以下三类。 第一类是小白同学，他想做网站，但不知从何入手，建站相关的名词解释不清楚，建站流程不明白，建站所需要的软件以及获取方式不了解。这类同学适合学习我们这个建站基础教程，这个教程也是免费的，属于普及型教程。第二类是能自主安装 WordPress 的同学。 但是他们在建站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举步维艰。这类同学适合学习我们的主题教程，比如我们做的阿瓦达主题教程、RT 十八教程，还有 B Sim 教程等等。这些教程可以帮助同学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第三类是能够建立网站的同学，在学习和研究之后，网站终于上线了。 但是还不够完善，比如网站打开的速度很慢，文字的字体大小控制的略显粗糙，图片处理的不理想，主题汉化不彻底，功能不完善等等。这类同学适合学习按点突破的教程，比如我们制作的 WordPress 加速教程、主题插件汉化教程。今后我们还会推出一系列按点突破的教程。 这是一个建站的入门课程，同学们可以学到以下内容：第一，了解网站建设的种类，到底哪种建站方式适合你，因为每个人的预算投入、现有水平以及目标预期都不一样。第二，了解网站建设的流程，还有 WordPress 建站流程，以及 WordPress 的工作方式，还有主机服务器的工作方式。第三，WordPress 能做什么样的网站？ 比如中文的、英文的、企业展示、产品展示、功能展示、表单、日历、论坛等等，还有一些基础知识。课程介绍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课见。